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GA 讲座家，我要来挑战 C Book 的快问快答 ，Let's go。用三个词形容自己的个性。帅气、偶包，然后龟毛。请用三个 G 开头的单字形容你的最新 EP。Group House， Great， Good Job。和谁合作音乐最让你印象深刻？陈思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是比我更龟毛的一个歌手。自己创作过的音乐里面最喜欢的一首歌是？最喜欢的是跟娃娃魏如萱一起合作的《意外》。请清唱。哦，亲爱的意外。分享一个组乐团发生过的有趣故事。在台上台到一半的时候，吉他的琴弦断掉了，但是还是要继续弹下去。不当歌手的话，你会是？应该是那个电玩的那个 player 玩家。宅在家的时候最喜欢做什么？跟 Trooper 玩。你最近着迷于什么事情？打电动。澳洲最好吃的食物是？当然就是 beef jerky。提到你的童年，你会立刻想起什么事？我的音乐老师。家中宠物做过最搞笑的事情是？在那边翻肚子，然后讨拍。下一只猫咪会叫什么名字？Storm。你会对五年前的自己说什么？你现在做得很好。2021最想完成的事情是？赶快发专辑。对好久不见的粉丝，你想说？想你们了。刚好1分30秒。哦，刚刚有一题卡很久。Nice。Hello C Book 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GJ 讲座家，我是陈诗安，欢迎大家来追踪 C Book。